OK，Google Document 啊，这个就是里面，然后这个诶，无标题文档，我不要。OK，这个新建文档可以选择模板啊，这是什么模板啊？然后这里有简历，然后字母，然后教育，这样，然后教育。全部教育到完，工作 project 表格工作这，然后图案啊，法律人力资源，OK，我先示范随便按一个，法律啊，别，法律我不会，我不是警察，OK。那就最容易的吧，简历。太大个字吼，那你按嘞，而且诶，而且呢，你要按着这笔，然后打横好像是不太好，我们就打直吧。OK，有念不是真的是有念，OK。有那你可以写我的英文名，我用英文来写吧，清，哎，按错了，清文费，OK，然后这个就 delete，比如说今天聊简历啊，简历，诶。简历没有了，这是我乱乱按的。哎呀，写错了。给习，哎，习，哎，拼音哎，这个是 CHINB 不清不费。然后你这里要写简历，resume。简历就是简。历史的历啊，OK，然后地址你随便，不要理他，这个是，要先，这个是 M 哦，M，然后，OK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技巧，技术。技巧，OK，OK，技巧你要怎么样？技巧，打随便乱写的，打架，这样欺负。随便乱写的哦，放心啊。打架，欺，诶，欺人谁？我想写欺负同学。然后我乱乱写的，放心啊喂。第三个是欺打架，欺负同学。吹牛啊！OK，打叉，我们不需要你。打叉，这个要 AI。OK，这个还问大学读哪里？诶，sorry 啊，不好意思哈、大学我是 3S3，哎呀喂，哇，按错了喂，不好意思啊，然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完了，一律 OK。
先从最后开始。OK， 这个也要打叉。这个就是写国家比赛，国家，一下先，国家比赛 ，OK， 我吹牛吧，老子啊，篮球。OK， 原冠军，嘿嘿，吹牛吧了，冠军 ，OK。然后这里是你读哪里啊？大学，大学你读哪里？大学你读哪里？哪里？哎 ，OK。OK， 这里头我要写什么呢？等我一下先啊。OK， 这里我写是国家比赛，然后简历打技巧打架。OK， 大学。哎，哦，大学。诶，打叉 ，OK。大学，大学我是读啊，吹牛啊，清华大学。清华大学。OK， 博士啊，可以讲是博士。博士教 ，OK， 博士讲写清华啊，清华清华大学学员呢。OK， 大学国家比赛，我们空一格。OK。然后你慢慢的把这里都慢慢的点我是无所谓的嘞。OK， 所以我没有逗号的。OK， 这是小学。国民什么、啊？平乐华小平。平乐华小国民行国民行华文小学。OK， 国民新华小学。哎，不能哦，我们只能大学、小学、中学呢。小学、大学，我们这里加中学。OK。中学，我们写stroke 先，我们先 stroke。
stop 中学，然后这里 OK 培，哎呀，掉线，培什么？培元读中，培元读。中哦，给培元金哦，sorry 啊，金宝。金宝，培元独中，大学是清华。吹爆在那，这里要挂一个格，OK，简历简历 strong，地址区，sorry 是地址，好，如果你觉得现在这样子。哎呦，没有创意哦，没有创意哦，哎呦，没有创意耶，不够好，不够好，所以你就按这里，你要红色，那你就推荐的话就红色，你看，为什么你要清运费？红色，OK，你说，OK，你要放，哎，我不好意思，按错了，C。H-I-N 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H 小 OK。好，如果你要加照片啊，什么鬼行不啷，你都可以加图片，来自图库，图库我就点击哦，不要给你们看哦。OK，现在呢，那就这样，哎，我的费怎么还在这里了？OK，好了，清运费。那我的这个大年初七的照片，然后这个地址可以不用写。王子，地址可以不用写。哎，OK，我的那边的，不知道干什么呢？好了，要是这样，如果你要颜色的话啦，你要颜色，你比如怎么？哎，按错了，文本不是哦，红色，快在这。哎，X 啊，OK，你说你要技巧红色，就技术红色，OK，然后。小学、中学，你要，比如说你要，小学、中学，你要红色，我不要，蓝色，OK，深蓝，好了了，那好了过后按一个勾。按一个勾，OK，搞定。我们一个文档，resume，叮叮叮叮。哎，点了进去看，就是这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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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o，拜拜。